今天我一整天就把我整个人的性格反过来啊！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跪榴莲客，好了。你要洗你就洗就好了。所以我是这样的咩？你看就是。你周末在周末。你刚才对我讲话。我刚才对你讲话，周末比你先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你们看到标题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东西了啦。是不是觉得我又很坏嘞？刚好他要来我家里讲什么要煮饭啊，吃东西啊。所以嘞，现在嘞，我就想要就是今天我一整天就把我整个人的性格反过来，就是那种很凶，然后凶巴巴，然后又是闹脾气，就整个就是很严肃这样子。然后我要看的反应会是怎样啊？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跪榴莲客了啦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时间呢又半天掉这样子哦。刚好看到有一个平台，这个呢是叫做黑猫生鲜市场，它是属于那种在网络平台那边提供新鲜食材的，就是方便你们懒惰出门买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直接在那边网络直接给他们购买。别讲那么多了啦，我先选我买的菜先了 ，OK？ 不然来不及呀。啊OK， 我已经选了，我要买的菜了啦。那我们就等那个食品送来吧 ，Go。OK， 现在那个外送服务已经到了，哇，速度真的很快我去看一下啊，是不是这个啊？阿玛丽哥啊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感谢你啊。可以。哇 ，OK， 来，好，谢谢你。OK， 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。哇，看到吗？六箱子，服务。就是要这样子速度，我喜欢你们的服务，没有想到这么的方便。大家就等着我那个假厉害的厨师来吧。我们先去看一下它的包装，哇，它的箱子很吸引人呢，很 Q 嘞。黑猫生鲜市场，参与幸运抽奖，关注我们了解更多优惠，可以抽到什么东西哟、哦、？Lamborghini、Bugatti、Mercedes， 哎，想太多了。现在就等那个假厉害那个厨师加斯敏来到了啦，然后我再把我的 camera 藏住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计划了啦。OK， go。OK， 现在走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要开始给他觉得我不对路。周末今天的样子这样严肃，我今天很像微笑然后没有反应这样子，等他来。OK。Much later。啊，打来应该是到了。Hello。OK， 好，到了，现在我们就计划开始。你要煮还是我煮？我切你煮。我切你不要拿出刀，那很危险。你要洗你就洗就好了。呀，怎么？怎么？你平时都笑，我这次不会笑。煮东西要讲笑。笑一个。不要脸，手嘛肮脏还摸脸。贴这样子吧。我说我这样子。你笑一下吧。不要。你笑着叫来这么，煮饭还要笑。你对我是这样的没？平常都不是。别、yeah。你可以讲话讲出来嘛？你可以笑笑讲话嘛？在煮东西你要讲笑，煮东西哪笑没？讲话对我是笑笑的，说你就是这样。煮东西你要讲笑，我是要认真煮东西啊。不喜欢讲话。我只是切东西不好吗？你讲到好像什么什么这样。切东西也可以嬉皮笑脸的嘛。你看人家煮东西那边边煮边笑哎。可是你跟我哎。哎呦，不是煮了吃了不是好咯？周末你接周末。我才想问你周末来。一开门就点错，到现在。
周末菲律宾嘞？拿手不加这样子握危险。走开走开，我自己握。要你下手了吗？不会。你还要那玻璃给我啊？你要不拿去用啊？那些名字。做什么？你这个人。那当然不抗拒啊！你别管了，我还要见我。你还想我你自己？不会，你别说的话。周末。没有。这么长时间做什么嘞？谁？你呀。我周末。风吹打到，就你不能让我今天我不开心。看一下你跟我讲话语气，你平时是这样。我都是normal样子讲话吗？不是。不然我平时怎样跟你讲话？我不想演。他打扮子哪危险？电话机锁怎么办？我倒是不管你的事，你现在对我这么大声。我要关心你的手懂吗？不用。这里还有什么？不用你说。什么东西啊？东西？左吗？看。弄吗？看，不会看。讲话不可以吗？不是很想跟你讲话，你早上对我这样讲话。我刚讲对你讲话，我真的不懂呢。哎，你不要动你嘛！我帮你弄，你没有弄，你要讲给他滚。走开，不用弄，不用。你做梦，叫什么梦？你刚才对我讲话。我刚才对你讲话。你是不是想让我对你讲话？哎，手。讲什么梦？讲人家对你凶，我是谁对谁凶？你自己好好回想一下。我也对你到你家，你就讲我对到你家。滚了！泡泡了！你知道什么？烧啊！不要这样子去弄。你看那边。你怎么一直在拍着手机？你还在生气啊？哎呦，好啦，不要生气啦！哇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一时弄不到，你看，哎呦，不要生气气了啦，笑一个啦。没看到相机吗？好啦，看到吗？这个黑猫生鲜市场，它真的是提供的食材都很新鲜的。我们煮的这些菜，哇，那个蘑菇好吃吗？我那边是两只的。也是哦，其实呢，这个黑猫生鲜市场呢是感谢干爹赞助 ，thank you， 有干爹赞助嘞，你要讲 thank you 嘞 ，thank you， 啊，他一讲到赞助就没有生气了，看到吗？你们记得要去三餐 follow 一下他们的 Facebook 啦，里面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材料，有菜有肉海鲜，什么含量都有。只要你要买东西，你懒得出门，你们直接找这个他们的 App 上面就有了。OK， 他们22号正式开张。OK， 所以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OK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。我又回来分享。OK，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我不要。哇，开心哦。